来了来了，喂，哇，天哪，这雨下的真是够大的，这简直了，这哎呦简直了，你看这大闪电。哟，小盛你在这儿啊？哎呀，阿姨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怎么了？你不在这儿啊？啊，也是，雨下的那么大，你开车回去也不方便。我不是前阵让人修了修这房子吗？不是漏雨吗？雨下的大，我今儿过来看看漏不漏。哎呀，漏了！你看，我就知道吧，他骗我。我跟他说没修好吧，他还不承认。看看那次过去啊，次过呢？哇，天哪！呀，也漏了，床都湿了。阿姨，我那水杯洒了，床都湿了。哦，你洒上水了那是？啊。哎呀，那这那屋也漏，这屋床也湿了，那你这你俩咋睡啊？哦，那是这样，小盛，你睡着沙发，那你跟我回家，跟我。快别胡闹了，这沙发他一个人都睡不着。你跟我回去。我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哎呀，你快别闹了，这小盛工作那么忙，你赶紧跟我回去吧。快点走了，快早点休息。哎，你早点休息啊，走快走了，快走，别催命。那个换鞋拿包，快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小心睡着了，可能没有惊喜到。没事，你就是我最大的惊喜。我们这样惊喜继续。
花都谢了，气氛也不够浪漫，现在求婚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找个浪漫的机会再求吧。幸亏浅浅没醒。你又把戒指拿下来了，为什么呀？就觉得当时的环境不太合适吧，毕竟是求婚啊，得谨慎。那夏小姐她没发现吧？应该没有，她睡得挺沉的。明明都给我戴上了，那为什么要取下来呢？这么浪漫的气氛，应该是要求婚了吧？这个氛围，求婚是还不错。这边好美啊！我待会儿要怎么求婚？姐姐，我想，哎，你快点啊，过来看一下。啊，马上。你快点啊，快看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。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也不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对呀，这么好的氛围，赶紧求婚吧。就只有漂亮啊？太美了。快点，还墨迹什么？太阳都要下山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那边。难道今天不求了？